这两个，然后这里有一个，等下面有两颗螺丝，硬拔的，所以可以。这边有两个支架要移过来，一个是大灯上面外侧这个支架，上面有两颗螺丝，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，然后移到这个底下，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灯上面的那个小支架要移过来，移到这边的。